将蛛丝一串串分好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对不起，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！你们谁能够逃出我的蛛网？哎，来，我们都是海虫。别往里放眼儿！哎，这眼儿好像没看见。等一会儿抢。你那能看见你那小兵能瞅着你？你等一会儿，你等一会儿，你别出去，一会儿瞅着你了。来上。先杀梦魇啊！呸！咬！来，把红打了。闪现推点炎平哎！寒冰给我闪现杀的，我不卡你妹来！漂亮！这边怎么3个传送啊？上野决裂了。哦，上府决裂了。你快点推，完事俺俩还能越打杀的。推一咬平 A。平 A 起飞降落，那 ADC 在我蜘蛛辅助面前就没法玩，知道吧？卡住他来。咬一推平 A， 平 A， 这不可能让他玩得了，给我卡住兵线。看他过不过来啊！他过来继续杀他。跑了那就算了。你要过来，我们就继续杀。这 ADC 不可能让他补刀吃经验。在草里，这个草里，这个 ADC 如果被这样杀的话啊，他就会生气，生气就挂机，生气就骂人，骂人就挂机。来，我们帮中路波比赶开一波来。恶心你，不让你回家。梦魇是不是要来了？来，一柱推咬致命点炎，这边 ADC 给我越塔来，这叫野斧双游。你别扛塔，推一 W 咬起飞降落。自己推吧，
下路交给你了。推一 W 溜咬，你打得过我啊？起飞，哎，不用起飞，咬，点一下。这 AD 挺狂啊，推一 W 溜。你俩干哈呢？真能整事儿，恶心他！一 W 溜 W 溜空了，哎呀呀，一空了，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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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生气了梦魇，哎，让的就是他生气。我们赶紧回家美甲切魂卷啊！美甲切魂卷多少钱？1600，炸一下子。假装回家，实则杀 ADC。你给我中午起飞，我有小蜘蛛没有关系，赶紧回家美甲切魂卷，否则这个 ADC 一直送宅，没有美甲切魂卷不合适。十个兵，对面 ADC 马上戒网瘾， ADC 真的，对面的 AD 其实心态挺好的。这心态真不错，在这儿再蹲他一手，推点炎一 W 溜咬，如果我们再恶心一点啊，让这个兵正好往出推，然后他没法补，算了吧，推了得了。那没办法，他们家主要是吵架了。一 W 推咬，别动，让我别动是不？是不让我别动？我就动，一动不动那是王八。哎呦我跳蛋，插个眼来，我有美甲窃魂卷，你有吗？炸你一下子，逼你一下子，推你一下子，走位一下子，哎，还打不死，气死你！小蜘蛛搁后边一顿咬你，来插个眼来，一中，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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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起飞咬，你是真垃圾，我操了。
螳螂是真是个弟弟，这都打不死人。哎，嘿，要起飞降落呀，没遇到。哎 ，AD AD AD。漂亮，早知道我意思他一下，发条干啥来了？我直接起飞，一打半溜，这螳螂是真能抢，插个眼儿，我们也去抢一抢。谁的传送？吸血鬼的啊！推平 A， 一打半溜，那致命点燃起飞，要降落。你是不是觉得？哎呀哈！给我下当了！禁止随地吐痰。我没有吐痰，随地吐，我只是吐到了梦魇的身上。我知道。哦，推，咬。炸死，炸。你说你吧，跑就跑呗，还非得回头。嗯，这哪里来个梦魇啊？我咬 ，Triple Kill。插个眼儿来。猴哥，你文明点，我是女粉丝，是吧？真田秀一郎，行，女粉丝，我文明一点，我注意一点，呸，炸，想杀我？打破六翼推咬，救救！看我如何一秀三啊，兄弟们！哼，好走位，哈哈，好走位，少侠。走位不错，我们所有人都必须付出牺牲。我说实话，我还是略微年轻了一手。
这发条是个腰带。还没了。对面的 AD 行啊，用狂风之力来换挺进破坏者，你合适吗？呸，咬先走一走，不着急啊。来推一打不溜炸，咬起飞降落平的。哎呀，这个发条有点烦，吸血鬼差一身，梦魇隐身了，发条也差一身。把这个卖了，再来个大棒子。漫天飞雨，书快没了，没关系。我是个辅助，我也不是打野，我书没了呗。再说没了，我们再赚。如果你一直都25层没有提升的话，那么每一波你都是亏的，有没有道理？8层变12，推咬，叔是王八蛋，没了咱再赚。不过他们家阵容还可以，发条喷梦眼儿。那你是不是觉得你能在我面前小秀一手？别让我捆着你啊、哦！别让我来一首捆绑 play。再见。我的书，哎呀，我的书啊，我不要了，我来个猫子，我不要了。我不出了，我们来个沙漏配个那什么，配个虚空法杖。来个法穿棒。别人现在可以不死，发条必须得死。我怎么跑得这么慢？走，找吸血鬼去，看看吸血鬼要上哪去。来一打半溜闪现，我们用闪现成功的把他给炸死了。
行不行？我这闪现引爆我的地雷。反正这红也没人要，我要吧，打呀！直接打，我那小儿子那老些呢，好打。找一下这吸血鬼，推咬，现在我们的小蜘蛛有多少攻击力呀？90点。美甲呢？美甲不要了。我已经很久没杀过这个发条了，赶紧把兵线推了。一柱推咬，你居然没带气定神闲？你搁那儿晃啥呢？推，平 A W 推，起飞降落咬。一漫天飞雨推咬，你是不是想我炸你一下子了？这都没有 MVP 呀、啊。